好朋友，大家好！咱2022年的选举，台北市长呢？当然中华民国的首都嘛。啊，中华民国的首都即嘛有参选人，我所知影是迄个黄珊珊和陈时中和蒋万安。啊，其他的人呢？以后有新增加出来，咱他大家报告。咱民权四面佛是白隐山人所创办。AP 亚东新闻、台湾之声、不动产资讯互联网、影音联合采访中心，阮的班底是较早台湾联合电视台的班底啦。即摆因为时机无真好，咱拢用语音来做报道。当然有相关人员，我即摆在招兵买马中。平安吉祥，欢迎光临醉月楼古董字画艺术坊。各位朋友，大家好。咱 AAP 亚东新闻、台湾之声、不动产资讯互联网 ，AAP 亚东新闻十一字形娱乐互联网，AAP 亚东新闻台湾版单十一字形娱乐互联网。是出事还是买卖？咱的一一做报道，感谢大家谢。出售业务找亚东，专业服务洽郑小姐，电话0958672188，0958672188。宋明平民权贵贵族生活杂志，十一住行娱乐，市农工商农林渔牧系列报道 ，AAP 亚东新闻传媒群制作。平安吉祥，欢迎光临醉月楼古董字画艺术坊。这是林律师林纯念律师，伊较早一个律师事务所来做一个迄个醉月楼的古董字画艺术坊。按台湾漫谈十一字形娱乐互联网，按各行各业百工百业相关的信息，我们来做公司治理、生活法律。法律就是生活，生活就是法律，这个资讯网。另外就是树林外商客，咱鼓励讲自力更生，创造美好的外双溪翠山庄愿景。有绿能设施，有农业设施，农业技术，还有休闲农场，林业生物科技。咱下面来听所有语音的相关法律的报道。先讲迟延责任法定迟延利息。够注释，按照提起注释，咱开始来听。警号民权四面佛祖 AAP 亚东新闻台湾之声不动产资讯副联网报道警号语音联合采访中心传媒群联合制作警号平安吉祥警号欢迎光临醉月楼古董字画艺术坊警号台湾漫谈警号十一住行语乐富联网 AAP 亚东新闻政经国会整理报道公司治理生活法。绿资讯网警号自力更生创造美好的外双溪翠山庄愿景警号绿能设施警号农业设施警号农业技术警号林业生物科技警号迟延责任法定迟延利息案给付无确定期限者债务人于债权人得请求给付时经其催告而未未给付自受催告时起负迟延责任民法第229条第二项定有明文王林方于103年8月24日即得请求林林华1亿元，详见前述。王林方于103年11月24日即发存证，信函请求林林华于文道5日内联系付款事宜，否，则依约请求违约金。有存证信函附卷可查。为林林华并未付款，王林方在于103年12月1日。催告林林华收受存证信函后知即给付2亿2000万元，
有存证信函附卷可证。又林林华自成于103年12月2日收受上开存证信函，是王林芳本件，请求林林华给付之1亿1000万元。依上开规定，应自林林华于103年12月2日收受上开存证信函起，负持延责任。王林芳据此主张林林华应给付金额之法定迟延利息，应自103年12月3日起算等予。依上开规定，自属有据，林林华游辩称其无庸给付法定迟延利息云云，并无可取。判决书指出，既未为反法律强制规定、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原告请求被告林敏公司向新竹市政府都市发展处申请废止细征建照及申请解除细征土地之套会管制，未无理由。成年后，再以转细征土地及建物予一所有，双方成立借名登记及第三人利益契约。原依民法第1164条、第269条第一项借名登、继继承等法律关系，求未分割细征遗产，不生民法上之收养效力，为该约定并未违反任何强制、禁止规定或公共秩序、善良风俗，具有契约法上之效力。土地法第104条之优先承买权，以存证信函未终止租约表示，葛该存证信函虽因被上诉人书未注意，未能查得上诉人正确住居所，而未合法送达，为个该存证信函所载上诉人之住址，系被上诉人尽其所能而查之，难认被上诉人有恶意隐瞒上诉人，以为反诚信原则之不正当行，未干扰，故意不通知上诉人行使优先承买权，或以不正当行为阻其条件成就，或有悖于公共秩序、善良风俗，有违公平正义、法秩序安定性、信赖、保护原则及当事人间之利益横平或权利滥用等情事，况上诉人违反法令、违背契约义务使用租赁物在先，难为上诉人为合法承租人而有值得保护之利益存在，从而上诉人依上述约定及规定，请求命被上诉人将细征土地按与参加人所定利细征不动产买卖契约之同样条件出售于上诉人，并应于上诉人按上开契约之同样条件未履行给付总额细征价金之同时，办理所有权移转登记与上诉人所有，不应准许为其新政之所由的，并说明上诉人其余主张及声明证据未不足取及，无需在于审酌之理由，因而将第一审所未命备上诉人与上诉人给付细征价金之同时，将细征土地所有权全部移转与上诉人之判决废弃，改判驳回上诉人该部分之诉。判决书指出，按租用基地建筑房屋，出租人出卖基地时，承租人有依同样条件优先承买之权，前项情形出卖人应将出卖条件以书面通知优先承买权人，优先承买权人于通知达到后十日内未以书面表示承买者，视为放弃。出卖人未以书面通知优先承买权人而未所有权之移转登记者，不得对抗优先承买权人。基地出卖时，地上权人、点权人或承租人有依同样条件优先购买之权，前项优先购买权人于接到出卖通知后十日内不表示者，其优先权视为放弃。出卖人未通知优先购买权人而与第三人订立买卖契约者，其契约不得对抗优先购买权人。民法第426条之二、土地法第104条分别定有明文，上开法律规定基地承租人之优先承买权未形成权，在基地出租人于租赁期间内久租赁标的之基地与第三人签订买卖契约时顾及成立，为上开基地优先承买权之立法意旨，乃在与解决当基地上有房屋存在实之房地关系，促进基地与其地上之房屋得以合归一人所有，以进京继上之效用，并使法律关系单纯化而度纷争。如
基地承租人于基地上根本未为房屋之建筑本院六十五年台上自第五百三十号判例参照，或所建筑之房屋应可归责于基地承租人之事由而依法予以拆除，致事实上已不存在，且承租人亦无在于基地上新建建物之正当权源者，因已不符合前述立法意旨及规范目的，承租人自不得在主张基地优先承买权。判决书指出，关注民法第七十二条所定法律行为有悖于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者无效之精神意，明故行为人于犯罪被发觉后，纵将其所有而原非属于公有之物，以转所有权与公库，上于法院，应依法宣告没收其物之义务不生影响，仅属日后如何执行问题。再者，民法第一百八十条第四款规定之不法原因，系指给付之原因违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而言，非为凡为反强制或禁止规定之行为均属之。况及应被上诉人所称陈林某江系征股份登记上诉人名义，系为达节税之目的，仍难为其给付有违反强制或禁止规定。判决书指出，本件如果是虚伪买卖，为何卖方漠视，买方如何自己单独通谋虚伪？本件买卖契约第十二条约定，可以登记第三人为权利人，不管约定第三人获利亦第三人契约，都是法所准许的，基于自由经济起见赋予利益第三人契约，既然有这样的约定，没有不实登记问题，何况地政机关不审查私契审查公契，买卖双方用意没有不实问题，双方买方有资金有流程，也有签收支票，有资金过户缴地价税，绝对不是人头，即便金额不多也是买卖，契约自由，买大买小是个人自由，何来不实？被告徐瑜于一百零八年五月代表三家公司还继续购入土地，买卖双方都不是专业代书，有约定可以登记第三人，专业代书基于判断写买卖也信赖代书专业性，这种情形下不构成刑法第二百一十四条之罪。主观上没有这样的犯意，是信赖专业的代书动，既不会构成为反善良风俗无效事由。买卖双方道，现在没有一件民事官司确认买卖关系不存在，双方既然没有争执买卖存在，刑事庭怎么可以认为通谋虚伪意思表示，并我国的通说认为土地机关采实质审查且无过失赔偿责任，地政机关登记错误要负赔偿责任，若没有实质审查要负赔偿责任，权责失衡，依所提之相关证据可以证明土地机关对登记审查是实质审查，不是原审所述的行是审查，等于按法律行为违反强制或禁止之规定者无效，但其规定并不以之为无效者不在此限，法律行为有悖于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者无效，表意人与相对人通谋而为虚伪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无效，但不得以其无效对抗善意第三人，民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第八十七条第一项定有明文，又民法第七十二条所谓法律行为有悖于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者无效，乃指法律行为本身有悖于公序良俗之情形而言，致构成法律行为要素之意思表示，倘因被胁迫所谓时，依照民法第九十二条规定，仅得由表意人撤销其意思表示，并非当然无效。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法律行未有悖于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者无效，系指法律行为之标的而言，致法律行为之缘由或动机，若未表现于外而成为标的之一部者，纵该缘由或动机有悖于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与法律行为之效力，尚不生影响。最高法院六十年台上自第五百八十四号民事判决先例，七十九年度台上自第一千七百一十二号民事判决要旨参照。在民法第八十七条第一项所谓通谋虚伪意思表示，系指表意人与相对人双方故意为不符真意之表示而言，
若仅一方无欲为其意思，表示所拘束之意，而表示与真意不符之意思者，即男只为通谋而为虚伪意思表示。最高法院50年台上字第421号民事判决先例参照，景浩民权四面佛祖 ，AAP 亚东新闻台湾之声不动产资讯。互联网报道景浩影音联合采访中心传，媒群联合制作景浩平安吉祥，景浩欢迎光临醉月楼古董。字画意树方景浩台湾漫谈景浩11柱巷语乐富联网 AAP 亚东新闻政经国会整理报道工私治理生活法律资讯网景浩自力更生创造美好的外双溪翠山庄院景景浩绿能设施景浩农业设施景浩农业技术景浩林业生物科技景浩气扑扑灰烬性格景浩冷静不躁进景浩理性不挑衅 AAP 亚东新闻政经国会资讯网景浩部动产资讯互联网景浩11住行娱乐景浩行使特留分扣减权景浩除斥期间景浩记成人行使继承回复请求权之法律效果景浩案直系血亲卑亲属配偶之特留分均为其应计分1/2民法第1223条判决书指出案代理人于代理权限内以本人名义所谓之意思表示直接对本人发生效力前项规定于应向本人为意思表示而向其代理人为之者准用之民法第103条定有明文此案以契约订定向第三人为给付者要约人得请求债务人向第三人为给付其第三人对于债务人亦有直接请求给付之权民法第269条定有明文案个共有人得自由处分其应有部分民法第819条第一项定有明文且分别共有人之应有部分系按比例存在于共有物之每一部分再分割前无由特定是分别共有之各共有人虽按其应有部分对于共有物之全部有使用收益之权为非指共有物之特定部分是倘共有人兼并未就土地未分管协议则无论其等名下应有部分比例高低即均不得任意主张使用特定土地之范围面积四无从单以购入持分比例换算土地面积甚微以情即推测买卖双方无交易之必要判决书指出买卖不动产之行为有无违背于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而无效之原因等人所谓上开土地及建物买卖之动机细微符合1997年1月16日修正前都市更新条例第10条第2项第22条第1项有关更新单元范围内土地及合法建筑物所有权人同意比率限制之规年度台上字第1712号民事判决要旨所示一男任被告黄玉林等人所未上开土地及建物之买卖因为被公共秩序或善风俗而无效综上所述本件依检察官所举各项证据方法尚不足使所指被告黄玉林等人涉犯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罪嫌之事实达于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至有所怀疑而得确信其未真实之程度自无法使本院形成被告黄玉林等人确由检察官所指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犯行之有罪新证此外复查无其他积极证据足以证明被告黄玉林等人涉有检察官所指犯行本件不能证明被告黄玉林等人犯罪依法自应为被告黄玉林等人均无罪之预知七原审位于详查误为被告黄玉林等人有罪之判决尚有未洽被告黄玉林等人只此指摘原判决不当提起上诉未有理由自应由本院将原判决撤销改判为被告黄玉林等人无罪判决之预知中华民国刑法第214条明知为不实之事项而使公务员登载于职务上所长之公文书足以生损害于公众或他人者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5000元以下罚金中华民国刑法第342条被信罪为他人处理事务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损害本人之利益而未违背其任务之行为
致生损害于本人之财产或其他利益者，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50万元以下罚金。前项之未遂犯罚之。判决书指出，被告徐林中、林林真所谓构成刑法第342条第一项之被信罪：一、借名登记之性质，一方将自己之财产以他方名义登记，仍由自己管理、使用、处分，他方允未出名登记，其侧重于借名者与出名者间之信任关系，应予委任契约同事。借名登记之登记名一人如仅，单纯出借名义，而对登记之标的物或权利不具任，和管理处分之时，实际占有、管理之人未借用人，划归消极信托，依照信托法之规定，故不成立信托关系。但若登记名一人针对登记之标的物或权利出现积极之管理或处分行为，不论出乎双方之合意或登记名一人单方未知，即男未双方并无信托关系存在，不能认为出借名一人非位。借用人处理事务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4249号判决一纸参照。而基于信托契约之本旨，受托人负有于信托关系中指示返还信托物于信托人之义务，如受托人有将信托物据为己有或处，分信托物等违反信托契约之行为，即属违背信托契约中为信托人处理事务之义务，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5484号判决一纸参照。二、递查告诉人被告徐林中间就本案应有部分有借名登记法律关系存在，据被告徐林中未规避借名登记法律关系之登记名义返还义务，乃与被告林林真通谋虚伪意思表示竟为本案应有部分之移转登记，自系为被被告徐林中与告诉人间借名登记法律关系之义务，损及告诉人之财产权利，且被告徐林中、林林真主观上具有意图为自己不法利益及损害告诉人利益之背信故意，应构成刑法第342条第一项之背信罪，甚属明确。被告徐林中、林林真所谓构成刑法第214条之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罪：一、刑法第214条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罪之成立，以明知未不实之事项，而使公务员登载于职务上所掌之公文书，且足以生损害于公众或他人为要件。该罪之成立，须一经他人之声明或申报，公务员即有登载之义务，并依其所谓之声明或申请予以登载，而属不实之事项者，即足构成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732号、73年度台上字第1710号判决论旨参照。而地政机关办理土地所有权移转登记时，仅需审核形式上之要件是否具备及足，对于土地所有权移转之实质上是否真正并无审认之责，亦即就移转原因之通谋虚伪意思表示，除非经法院审判有法院判决可据，地政机关本身并无判断之权责。是若行为人明知所有权移转登记系不实之事项，竟以之申请所有权移转登记而经登载，自足生损害于地政机关对于不动产登记管理之正确性，构成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罪。二、经查本案买卖本案所有权移转均属虚伪交易，被告徐林中、林林真系通谋虚伪意思表示未知，已于前所认定。被告徐林中、林林真既明知本案所有权移转系不实之事项，竟以此申请所有权移转登记，使不知情之地政机关承办人员刑事审查后误信徐林中、林林真间确有买卖移转真意，即于105年9月20日将上开不实事项登载于职物上所掌之土地及建物登记簿等公文书完成登记，依上开论旨，自已足以生损害于地政机关对于不动产登记管理之正确性，构成刑法第214条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罪。判决书指出，细细征房屋之借名登记名义人并非实际之权利人。警号自诉。二、程序部分，按犯罪之被害人得提起自诉，
刑事诉讼法第319条第一项前段定有明文，又刑事诉讼法上所称之犯罪被害人，系指因犯罪而直接受害之人而言。刑是诉讼法第319条所谓犯罪之被害人，只需就其所诉之事实如果属实，在实体法上足认其为被害人未已足，并不以实际上却曾受害为必要。其所诉如果属实，自诉人等在实体法上自足认其为被害人。最高法院68年台上字第214号判例。76年度台上字第551号判决参照。本件自诉人要林权自诉意指如上所载，是据自诉人认定其为系征建物之所有人，而与被告庄林雪、蔡张林玉、蔡林真、欧林林安坚定有借名契约，令被告于林坤与上开四被告间有犯意联络及行为分担，因认被告五人间之和解行为涉犯刑法第342条第一项之被信罪等情，则苟若自诉人所诉属实，自诉人在实体法上自足认其为被害人，本院即应就实体及法律构成要件上未调查以查自诉事实是否真实而未实体上之判决。从而本件自诉人提起本件自诉，其自属是革之自诉人，何先续名。又修正刑事诉讼法自92年9月1日施行后，自诉案件采强制委任律师为代理人，是刑事诉讼法第319条规定自诉之提起应委任律师行之。本件自诉案件经自诉人委任郑林庭律师及陈林民律师为自诉代理人，此有委任状一纸附卷可稽，为自诉人于102年11月25日提出于本院之自诉，理由状记调查证据申请状并罗列陈林胜律师。为自诉代理人且未曾提出委任状，则陈林胜律师显非本件自诉代理人，附此续名。判决书指出，景浩个人本得依其意思与他人形成司法上权利义务关系，按称借名登记者为当事人约定一方将自己之财产以他方名义登记，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处分，他方允就该财产为出名登记之契约。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2448号判决参照。又按行为人未将其所有权益转登记于他人，纵令其与他人已有买卖之债权契约，然其在物权尚未消灭以前以自己名义起诉，亦非法所不许。不动产所有权人纵与他人有已转其所有权之债权契约存在，然于依该债权契约办理所有权移转登记前，就难为其所有权已因有债权契约之约定，即当然丧失或变更。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127号判例。96年度台上字第181号判决参照。四按刑法第342条之被信罪，必须为被认物之行为系为图取不法利益或图加不法损害之手段，使得成立。至该条所谓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得不法利益一语，原指自己或第三人在法律上不应取得之利益，意图取得或使其取得者而言。如果在法律上可得主张之权利即属正当利益，虽以非法方法使其实现，仅属于手段不法，无构成被信罪之余地。最高法院21年上字第1574号判例参照。默按刑法第342条之被信罪已有取得不法利益或损害本人利益之意图为必要，若无此意图即属缺乏意思要件，纵有违背任务之行为并致生损害于本人之财产或其他利益，亦难虑矣。本条之罪，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1210号判例参照。景浩达成和解，此乃取等间之民事和解契约，又该约定并不违背公共秩序及善良风俗，且又无违被法律强制或禁止规定之情形存在。二本件自诉人与被告庄林雪、蔡林真、欧林林安间就系征建物之买卖契约纵属真实，自诉人亦未能取得所有权，且自诉人亦未能证明其受让有系征建物之事实上处分权，回诸上皆判决一纸，
被告庄凌雪、蔡张凌玉、蔡凌珍、欧凌凌安四人以取等名义任被告于林坤涉犯毁损罪而提出告诉以示乃系主张维护取等法律上权利之举，并无为自己在法律上不应取得之利益意图取得之行为。这法律的问题哦，像这么这个问题是自事人得爱委任律师为自事代理人啊，你啊，开始讲遗产管理人是律师，伊是自事人，还要不要再委任律师？脑力激荡一下。咱 A P 亚东新闻这几天，这作家就是善良风俗、公共秩序，违背强制性的规定，甚至诚实信用，这包括政治人物拢同款，都是要诚实信用。A.P. 亚东新闻政经国会，地震市理事长，感谢大家。